新闻继续来关心比较较轻松的消息，这是伫咧中埔乡，中埔乡农会秋日野趣活动将要伫咧十二月的三号和四号两天，在富足路的花海来登场，现场搭配着菜瓜花、童趣城堡，阁有整体艺术，以营销菜瓜，阁有相关的美妆产品和当地的农特产品，阁有红米的美食，嘛欢迎民众会当踊跃前往参加。中埔农会秋日野趣活动十二月三和四号登场，乡管理长官为活动代言，在花海现场吃中埔的农特产料理，啉中埔出名的九连花饮料。刘邦传是我们嘉义的大厨，非常有名，但是他很巧妙的把我们中埔的丝瓜、蚵仔，还有火龙果，还有石莲花，还有我们的木耳，做成酱汁等等，做成这一个套餐，实在是比五星级饭店的套餐还要棒，还要养生，这个感觉你可以来尝试看看。十二月三号跟四号，我们花田下的幸福飨宴，非常棒哦。这是中埔农会延续前年在北江溪清水宫的秋日野趣活动，今年在富裕路被风台扫掉的菜瓜田，专程破四局花海，总共六公顷花海，加上三公顷的菜瓜田，推出新的文化活动，邀请民众前来野餐，享受着中埔乡的农产和观光。观光行销，然后结合我们的农特产品一起哈，来让大家发现我们中埔之美。农民因为看天吃饭嘛，那他们的这些无奈，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帮他们加油打气。在立桂山和西河活动现场有牧场体验区、捉泥鳅体验区，并邀请董事长乐团罗小白、荒山亮、江志峰等艺人表演。另外，农会以中埔重要的菜瓜作物开发丝瓜洗洗霜、丝瓜护手霜。农会总干事李碧云强调，丝瓜焕白洗洗霜有30%天然萃取的菜瓜水、维他命 E， 同时添加物理性防晒剂，会当预防晒乌。丝瓜护手霜有60%的天然萃取菜瓜水、维他命 E、甜橙精油、有机印加果籽油锭，有真好的保湿能力。新闻客家红中埔乡采访报道。